你们都以为这套很保守，是不是？冻卵哦，10月21号过后，你们再问我，我答案可能会有翻转性的转变，就说已经冻了。你给大家看一下后面，你转一圈，我看，你们都以为这套很保守，是不是？以为没有什么东西，其实，哎呦，等一下怎么能这样？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可能不能拥抱吗？怎样？抱一下，啪啪啪啪，就开了，危险。对啊，其实有玄机啊。是啊，小小的性感，对。我也先敲我的天仓，就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空啊。但现在有列了一些名单，像是异性，对，其他的透露我会被杀，所以你要讲出来，大家有种群众力量，搞不好就帮你。目前考虑的都是三个字，然后呢，真的是天菜啦，就是我一听到我都是开始狂祷告的那种，不能讲，不能讲，真的，等一下问他们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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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可以期待一下。是歌手吗？可能不是，可能不是，对，大家可以猜一下。所以是要邀请他来跟你一起唱歌。对，一起唱歌，好好的唱歌。然后我在台上会做什么，我就不确定。所以已经邀到了吗？还没。如果邀到，应该会很快的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。所以是演员？好像是歌手又是演员的感觉。那当然我们有不是只有一个啦，就是几个让大家挑。要不然大家干脆那个发起一个票选活动好了。那你要给他们名单，你要怎么选择啊？我给了也不一定请得到，所以就是这个还蛮为难的。有时候有群众压力。好，我可以，如果真的，就给 A B C D 这样选项。好，如果我们真的心目中理想名单都没有，我们就来办票选好了。不然你说一个你觉得很想请的，是你真的觉得应该请得到。孔刘，一直在做梦有没有？这演唱会要改名字，做梦的人。好，可是如果你请到他，你要跟他，因为他应该是就安妞长黑哟，安妞长黑哟，一直 repeat。有几个？三个左右。那如果都请不到，那就是我人缘太差。未来一定会请到让大家觉得很酷的人。请问，我刚刚维基百科查一下，你也30岁，会不会担心自己步调太慢，就要把一些比较青春的东西先留下？冻卵哦，有想，有真的有在想。而且是跟学生时代的朋友一起讨论要不要，就是那叫什么纠团哦，这个很是为了健康因素考量，我倒不会觉得是怎么样，只是因为我不觉得我现在身体很好，那我觉得应该要把身体少在那边配合我，现在效果也一样，对对对，就是好，谢谢你，那个我觉得我身体最近太差，我真的会，如果我身体是好的时候。我觉得我会去做，我觉得应该是可能10月21号过后你们再问我，我答案可能会有翻转性的转变，就是已经弄了，因为10月21号就35岁嘛，就是感觉是一个，明明就壮年，是壮年。